域名选择，很多做 TikTok 的小伙伴，到最终的发展方向肯定是要做这个独立站这一块的话，美区是一个大市场，而美区的一个突变量，除了一个闭环店的话，还有是自己这个独立小站，因为这个可以跟 FB 这个广告投放结合到一块，所以在这块的话，大家在从第一步选择域名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把这个关键词分析好，看哪些这个关键词是否匹配你将来做的类目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这个域名一旦做好之后，在绑上这个谷歌的话，它慢慢这个网站权重也是会起来的。在买域名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一点的话，如果说你是用这个营业执照办理的，那你买这个 .com 或者 .cn 的时候要注意了。 .cn 的话是国内的， .com 是国际的，并且这上面有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因为之前专门做过这个测试，如果说我同时买 .com 点 .cn 的话，它这个审核速度的话是 .com 是最快的，所以 .cn 的话它有可能是不过的。所以说这块的话，大家要买的话就一次性到位，直接买个 .com 就可以了。这块的话到后期是包括一些绑定这个域名邮箱啊，都是可以的，这个是比较关键的，大家在买域名的时候注意就行。